你放开那个人吧，只有这样，只有这样你才会幸福。我是个没有钱就活不下去的女人，所以现在不想跟像你这样一贫如洗的男人在一起。就算你离开我，我也不会回到李秀清的身边。我们很久以前就结束了。就算你死了再醒过来也无法拥有吧？现在在我手中。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的孩子。 那个叫明秀的小孩，绝对不是会夭折的麻子。我们明秀，他好像还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爱的接班人》。